什么东西啊？啥东西啊？看不到写的啥啊？奔跑吧，云南团建。包颠的。茶马古道，跑跑就知道。我们这一次旅程是重走茶马古道的专线。 茶马古道有两条主要的线路，从四川到西藏的川藏线和从云南到西藏的滇藏线。大家这为期七天的团建之旅，要去到的就是茶马古道滇藏线的云南部分。今天我们所在的城市是普洱，也是茶马古道滇藏线的起点。这座城市被誉为世界茶园，茶马古道滇藏线上运送的茶叶就是世界闻名的普洱茶。 所以普洱茶就出在普洱，对，他们说普洱茶以前是马尿尿在上面，然后无意间发酵变成了普洱茶。人的假的？哦，从拉萨拉过来的马在这边尿了尿。然后再运回去。再运回去。<笑>我们的团建之旅也将从普洱正式开始，今天我们在普洱的四项行程都将围绕茶马古道展开。我们的第一站会去看茶马古道遗址，听马帮的故事。 原来真的是从这儿开始走吗？是的。之后，我们将探秘雨林，重走马帮的路。哎呀，好像历险记。哇，漂亮哎！云农量最大的一组。傍晚，我们会在雨林的营地里晚餐，品尝马帮菜。这个鱼好好吃啊！普洱，这个鸡特别好吃。最后，大家会放飞萤火虫，共同收获一段独属于普洱的浪漫回忆。好美啊！ 今天呢，我是大家茶马古道之行的讲解员，我叫李莹莹。我们现在所位于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兰州坡路段茶马古道。这条路呢，在我们2003年的时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为第七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哦，原来真的是从这儿开始走吗？是的。 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用马帮了运输货物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都只有古道遗址了。我们抬头向上看啊，牌子上有一行字写着“山间铃响马帮来”，是源于啊我们这个罗马身上所带的铃铛不一样，它会有不一样的声音。下面有一行字啊，写着“一姆摩打哈巴哈格”，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医驿站的意思，也是马帮客栈，我们也叫做马店。 不是从唐代就有马帮了？对，我们始于唐，盛于清。啊，像我们这个呢，就是为了我们马帮人认为路在脚下，所以说我们马帮人出行之前呢，会拿着这么一双草鞋往他前面的葫芦镇上扔。如果他扔进去了，就意味着今天呢能够出行平安、出行顺遂；如果呢他没有扔进去，就证明呢今天并不适合他们出行。他们呢也会再挑选更加适合他们出行的良辰吉日。 刚刚在牌子下面看到一行字，写着“山间铃响马帮来”，是因为我们罗马身上所带的铃铛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我们这边呢有我们头锣、二锣跟三锣的一个铃铛，我们可以猜一下哪个是头锣，哪个是二锣，哪个是三锣。
这肯定陀螺最大的是陀螺。哎，陀螺肯定是这个了，没难度，因为最大。那哪个是二螺，哪个是三螺呢？二螺 ，C 螺我就知道。二螺是这个。二螺是这个。三螺是这个。啊，答对了。其实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啊，这个呢是我们的头螺，我们叫做头螺大铃正八方的小哥，翻山要过江。它很响，头螺在前面带队开路，听到这个声音，寓意这个马帮来了。同时我们听一下二螺，陈老师您可以摇一下。对，从二螺铃铛响铃铛，五只小鬼快闪开，警示着沿路的劫匪，说我们马帮很厉害的，你不能抢我们。同时呢，这个是三螺的声音。咱们来山野老师来听一下嘛，这个声音变清脆啊。我们叫做三螺小铃轻轻摇，三弦一弹脚发痒。这个时候呢，配合着我们云南特有的大三弦的乐器，干妈的小哥会跳起我们云南特有的舞蹈，叫做三跺脚。哦，大通铺。它呢是可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人，这样呢大家伙挤在一起呢也可以保暖。大家看到了马帮住的床，展现的是当时马帮的生活场景。今年我们的新伙伴 AISE 宝宝拥有全球发明专利空气弹簧，引领中国睡眠领域的科技自信。是的， AISE 宝宝全系列产品已在11月8日重磅发布，让我们一起奔跑吧，进入新睡眠时代，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体验哦。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茶包了，像我们这个茶包呢，距离现在呢有80-90年的一个历史了。像我们以前的一饼茶的克数呢是357克，我们以前呢七饼茶为一柱，所以说我们一柱茶的克数是多少呢？357。357。2499。好的，2499。其实我们说一四舍五入，把它换算为2500克，是吧？方便算，2500克呢，大概就是2.5公斤。对，2.5公斤。我们以前呢，马帮负重的一匹马在长途运输过程中，它最多负重30公斤，所以说它到底是带了多少柱茶呢？14一柱，还差一点点。151612，还真是12啊！我们现在到达的是亚太森林组织基地，为了感受马帮当年行路的环境，也为了让大家在团建旅程中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也将在这里进行热带雨林的徒步体验，请大家跟着三位向导老师向着雨林出发吧。Hello 你们好，我们三位会带大家体验一段1公里的热带雨林徒步。一公里要走多久啊？来回差不多有1小时。 OK， 现在呢我们就要前往雨林徒步的入口啦。哇，咱们真的就走这一条小路？对，真的是走野路了，野林子。天哪！哇塞，哇哇！哎，慢点慢点，一定要注意安全。刚好这边我看到了一棵有趣的植物，这个植物千万不能碰啊！这个是有剧毒的。有剧毒？就这个紫色的。紫色的。对，这个是山涧兰，它是以前冥界的老鼠药。所以千万不能去碰它。它这个稍微碰一下就会中毒吗？稍微碰一下不会，不要去破坏它的茎里边的汁液。如果茎里边的汁液弄到你们的手上的话，是会引起中毒反应，会休克。颜色越鲜艳越有趣。我手这样了，我哪也不碰。我现在不敢乱摸，怕有毒。对。
我觉得这又是那个剧毒的，是吧？哎呀妈呀，大蜘蛛！哎呀妈呀，大蜘蛛！你小心爬你身上去了，在这儿。啊，没事，这个是洛心腹，这个是我们可以食用的那个品种。啊，蜘蛛也能吃？可以，就是收集了以后，拿去锅里边炒一炒，就是这个洛心腹。啊，好害怕！我最怕虫了，我最怕虫了。那蛇呢？蛇应该很多吧？现在走的人多了以后呢，他就知道这边经常会来人，他们就会远离。现在如果出现一条蛇，老师你能把我们救下来吗？还是说您跑得比我们还快？没有，蛇跑得比我们快，比我们快，它会逃跑的。我们现在就，开始真正的进入雨林了，大家注意安全。哇塞，还挺难走。你们以前有没有在雨林里边涂过布？今天第一次吗？对。可能等一下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小蜥蜴啊，小螳螂，就模拟叶子的一些小昆虫。因为雨林里边拟态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它们里边生物太多了，为了活下去会有各种生存的法则，生存的手段。这哎，看到一个了吗？什么？吓我一跳。那哦，那什么？这个叫螽斯，有点像蚂蚱似的。啊，对，那蚂蚱触须是短的，这个触须是长的。这个会叫对吧？对，就类似于北方的蝈蝈一样。对，这里会比较滑，一定要小心，大家安全第一。哎呀，我觉得女孩这可能得稍微小心一点了，男生有一个人在这扶一下，这个也是雨林乐趣之一。哦，你让开。我这样，我在这儿扶他们一把，来，慢点啊，你就踩那个，对，哦，谢谢，对对对，对，好，小心啊，好，哎，谢谢，好像历险记是吧？雨林探险记，这里要小心头，这个是倒掉的倒木，它就是自然倒掉的，对吧？对的。因为这边降雨量很大，它那个土质松了以后呢，它的根抓不牢，它就会形成这种现象。但是呢，它依然还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上面会有很多附生的小植物，像苔藓呀，还有附生的兰花。这一棵树它还活着吗？它倒了，但是还活着。它还活着。对。哇，美哎，漂亮哎。漂亮啊！哇，这样，哎，这样好看了，还有光透进来。有了。哇，好清新的空气。因为这边的负氧离子含量它高于世界标准的12倍，所以呢可以洗肺。雨林是可以洗肺的，可以洗肺的，可以多呼吸一下。啊。你有没有发现那棵植物长得很奇特，直角的？对，植物它最需要什么东西？阳光、水分。对，水分、阳光。那个植物呢，它就是为了争夺阳光，改变了生长的走向，长成了一个直角的这种形态。哇，雨林就是会多一些这样，它直接长成一个90度角的树，好神奇。这个小小的植物它已经存在这个地球上亿年历史了，它是从苔藓分化出来的，这个的话比较少见，叫卷柏翠云草。哇塞，这个没见过呀，好像茼蒿哦，小心小心。来到这里呢，就到了我们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这边了，这个叫金毛狗蕨，就是这个金黄色的毛，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这个金黄色的毛呢，它在山林里边我们也称为野生创可贴，它这个毛毛的药用价值非常高，止血效果比创可贴还要强。哦，它有个外号叫牢底坐穿蕨。牢底坐穿为什么？因为如果破坏了有3年起步，所以就叫牢底坐穿蕨。哎呀，小心一点，一定要注意繁花。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哟啊，这是什么？哇，螳螂，要不要试一下？啥？大螳螂。哇，这个是壁虎吧？蜥蜴。好了好了。
好不好？老师，老师，往上走了。哎呀！哎妈，咋？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好吓人。这蜥蜴为什么不怕人呢？刚刚抓的时候是挺怕的，但是我把它放我手上放了好一会儿，它适应了那个温度了。对，适应温度，然后它就觉得我没啥威胁，那它就不会跑了。哎，那个是啥？哇，这个我有点害怕。这是什么？看这个，看这个，兄弟们，好大只 ！Oh my god！ 这是什么？像个叶子。我天哪，这什么？这叫啥？整个中国最大的螽斯，巨拟叶螽，这是我们南方的蝈蝈。你们可以仔细观察它的那个背面的那个纹路，像不像一片叶子？我怎么感觉像个特别大的巨型豆角，扁豆。放手上会咬人吗？哇，会咬，但是没毒，可以放心拿。要跟他合照吗？昆虫类我一点都不行，太可怕了。他一直爬上来，他也呱唧爬到脸上去，然后从嘴里进去。我去，从嘴里进去太恶心了。完了完了，爬脸上去了。这有点厉害。好了，回家回家。它怎么跟叶子融为一体了？啊，我不敢！它什么触感？忘了。哎，为什么我没摸？我感觉我手好痒啊！哎呦，这有点滑！哇！哎，慢点慢点，全是泥。我想问一下，这条路，平时雨大的时候就冲没了吧？雨大的时候，我们是踩不到这些石头的，对吧？这条路就冲没了，我估计。大家都知道我们云南是动植物王国，其实还有个称号野生菌王国，这里不就有了真菌吗？哦，这个是有毒的吗？对，这个有毒。哦，这也太多虫了。啊，因为有菌的地方它跟这个小蚊虫是共生。啊，很光滑。对，哎呦，哎呦，一定要小心啊，这里小心头。有一些腰比较不好的老人家可以从这边折返喽。喂，是我能踩吗？这可以的。哎呀，哇，这边好大颗，这个好吃吗？这个有毒吗？不建议食用这个。哎，这个好酷哦，这个黑黑的那个是什么？哪一个？这些也是一些真菌类的。好过吗？我扶一下应该行。对，行，因为这里还是比较滑。嘿，哦，哇塞，这蘑菇，这个红色的蘑菇会毒死人吗？如果是直接吃了，然后还量还比较大，是会的。真的假的？拿去给筛哥。啊，红伞伞。啊，这个是红伞伞了。躺板板。越鲜艳的就会越毒吗？嗯，其实有一些白色的，它也是有很毒。老娘，可以坐缆车回去吗？我的马呢？茶马古道不是吗？Oh my god， 这个真的泥泞哎。我的马呢？茶马古道不是吗？咋了？我的徒步数量可以了。我们要原路返回吗？待会儿要。啊？对，待会儿要。原路返回。是我运动量最大的一个。加油！加油！一个人要是迷路在这个山里，得多绝望啊！很可怕。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呢，是到达百年古树庇护所。快到了吧？
到了。哇哦！哦，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百年古树切果懒人，这棵植物非常珍惜，也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哇塞，这也太大了吧！它的胸襟可能得需要20到30个人去围它，才能围得过来。哇，它这个根，它现在属于濒危品种。千果懒人，它的果子结的会特别多，所以叫千果。然后懒的话是它的这个品种，橄榄的懒，但它不是橄榄树。哦，人是仁慈的人，所以叫千果懒人。它那个树皮啊、果子啊都是可以做药用，有的甚至可以提炼出那个抗癌药的一些成分来。这个树多老啊？300年以上。但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还是青壮年的时期。年轻的树。这边呢，也是我们今天的终点。哇，哇，有人给我们准备了水果，哎，好吃的。因为今天我们体验的是马帮路段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也还原了他们路过马帮驿站休息的场景。这个是途中的一个零食。这个是什么？芭乐吗？香烟，可以用它来煮水，有润肺的功效。它也算是橘子的祖先了。尝一尝橘子祖先。好，现在像丝瓜。嗯，这个是牛肉，好苦啊。确定能生吃吗？哎，它有一股柠檬清香，有苦到甜呀，第一口好苦，我吃到后面还挺甜的。多吃点吧，一会儿只有200块。这会儿是免费的，那这牛肉太好，我要买点回去。这个是牛肉干巴丝，这个也是当时马帮路段的干粮。嗯，那好吃啊。这个是什么？甘蔗吗？芭蕉心。会拉丝。什么味道？甘甜。它叫食用秋海棠，是秋海棠科的，可以生津止渴。有点涩。这是能吃的吗？就酸呢。老师，我吃完这个肚子疼了。这个肠胃弱的确实少吃啊。啊！老师，你早讲嘛！那你让我吃。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黄色的是什么？这个吗？仙人掌吗？不是，你们看它的特征。指甲果吧？这个不是。黄龙果？也不是。我给你们报一个吧，你们看它的特征。火龙果，火龙果科的，只是它是另外的品种。好吃吗？美味之极，我觉得这比火龙果都好吃。真的假的？绝对比火龙果好吃。哎呀妈，太甜了，这是这里面所有最好吃的一个。哇，好甜啊！这血糖一下整上来了。当年马帮一般吃到这种程度该走了吧？啊。还要再喝点茶水就走了，还喝呢，都天黑了，一会儿赶不上二路汽车了都。姐给大家喝一点这边的特产石斛花。哇，紫色的，很漂亮吧？哇哦，对，农贸市场就有。可以，你们多喝一点，它是可以抗氧化、抗衰老的。哦，哎呦，真的不错哎，像不像米汤？我刚想说，有点那个味道。为什么云南这边石斛特别好？因为石斛它是雨林里边特有的植物，它的气候、它的雨水这些都很关键。到普洱其实真应该买石斛，坐汽车的同志们可以其实找一站，我们去买点。怎么就你们坐汽车的同志们？不是，我说的是咱们这里头坐汽车的同志们。你一定是坐飞机的，你放心吧。坐飞机吧。你看看飞机上有没有推车卖这种？没有。啊！太潮湿了，这是啥呀？啊，这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东西啊？等一下，这是什么？臭了，好像是哪里呀？哎呀，那么泥吗？啥呀？那么泥吗？啊，是个虫，是个虫。我还在找这么大的生物呢。小婷，你刚才那个表情跟早上开门出来可是俩人了。
大家这一路雨林走过来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真的能学到很多。你看我跟沙哥耳朵上这个东西也叫野生姜，然后野生姜的叶子呢撕开之后挂到耳朵上可以驱蚊驱虫。真的啊？嗯，真的。那你还被叮了两个包？哦，这我这边没挂。刚刚不到一小时的雨林行路，大家跨越溪流，翻越枯木，走到这里或许略感疲累，但百年之前古道上的行路者背负着行囊牵着骡马，在这样的环境里一走就是几个礼拜甚至个把月。而对他们而言，穿越雨林是茶马古道众多路段里最微不足道的难题。激流悬崖，恶劣天气，更多的艰难险阻还在后面的路途中等待着他们。也正是这种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马帮精神，铸就了古道上的繁荣与传奇。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向导，谢谢，谢谢三位老师，谢谢三位老师，谢谢老师。今天是大家团建旅行的第一天，我们围炉煮茶，了解了马帮的故事。你们现在喝的这道茶的名字叫凤凰咸香。好喝哎！哇，好香啊！刚刚在牌子下面看到一行字，写着“山间铃响马帮来”，是源于啊我们这个骡马身上所带的铃铛不一样，它会有不一样的声音。穿越雨林，体验了马帮走过的路。哇，好清新的空气，漂亮哎！漂亮啊！这儿真环境真好，这个真的泥泞哎！哇塞，是我运动量最大的一天，加油，加油！而最后一项行程，需要你们一起去做一件梦幻的事，共同创造这趟旅程的浪漫瞬间，那就是一起放飞萤火虫。我好没见过萤火虫。萤火虫为什么它不发光呢？它不是会发光吗？现在不是它求偶的季节。是求偶的季节。省电。省电。好有趣的回答。是因为光污染，现在有灯光，就它就不会亮 的。这个也是萤火虫现在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光污染太多了。对，所以它现在不发光。光源太多。对的，萤火虫呢，它也是衡量生态的一个指标昆虫。有萤火虫出现的地方呢，都证明了它这边的生态是极好的。所以呢，萤火虫它其实是有助于这个生态恢复的，因为萤火虫它的食物呢就是蜗牛。所以呢，萤火虫它属于一个益虫，我们去放飞萤火虫是做一个对森林生态修对非常有益的一个事情。萤火虫它这个时期它是不吃东西的，它只喝水，所以我们要去找有水源的地方去放飞它。马上到了。到了。等一下我们到达目的地以后灯关了，萤火虫才会慢慢的亮起来。好的，我们就在这里放飞。把灯关了吧。好，晚安。亮了，它已经开始。哇，有亮了，它在闪。你们这样子拍一拍它，萤火虫亮度会增强。哎，亮了。哦，呦，我都没拍它就亮了。行行，拍它就亮了。哇，哎，好亮哦，这个。哇，很漂亮。你们的这么亮吗？很暗，很美。对。哇，已经飞出来一只了，你这边。哇。哇。已经出去了一些了。那我们甩了啊，老师。我等一下数三二一就开始甩瓶子。好了，把瓶子甩。好，二一。哇！哇！哇！好美啊！哇！哇塞！哇！像放烟花。哇！哇！哇！好美啊！哇！他们都游泳去了，喝水去了吗？他喝水去了。哇，这一幕只有在特效里见过。身上都是哇，我身上也有。哎，萤火虫一生有多长啊？它一生的话有差不多有一年，但是它大部分时期在幼虫时期。成虫这个阶段呢，可以活10到14天。还挺短的哈。萤火虫真漂亮。从这边走下去，
对，这里。开灯了？离开这边远一点再开吧。脚下面也有，小心啊，别踩着。哎，刚才放那个萤火虫真漂亮，嗯，很浪漫。现在我们即将前往今天要入住的酒店，已向山半山酒店的云海别墅。明天早上如果天气好的话，拉开窗帘，大家就能看到置身于茶林中的木屋和环绕在眼前的云海。哎呀，我都迫不及待了。你们看一下晚上要怎么睡。一楼几个屋啊？哦，这是个大床。哎，白露，啊，你就这儿吧。可以啊。你大床，这双床。楼上是个啥网屋？楼上是个开间儿。今天晚上你跟凯凯睡楼下，我跟老沙睡楼上，因为你三点钟就走。啊，他已经崩溃了。没想到凯哥，我选择接受现实。行，那今天这样睡吧，我就从下面方便也走一点。赶紧洗干净，对，交给你了。店员，哎，你先选。我睡外面的呗，那就这个。那我那个。方便走。哎。饿，我想吃碗泡面。你少吃点吧，你看那肚子。现在轮到我吃你了。我现在81。对。反正你肯定比你那会儿瘦的。我胖了。胖。对对。这一个月不能动，我天天这样待着。然后医生就说你就赶紧多吃，能吃什么吃。可爱，哇！哇，成功入住，晚安。哎呀，关窗帘，关窗帘。自己动手。我这睡衣给我拿的真的绝了，这不正好是你浮夸的人设。有人要洗澡吗？我待会儿借一下你厕所吧。我去，还在上班？没事儿。下班吧。好香啊。哎呀，这是什么你啊，我在这个上好宽吗？还有饭吃，就这个意思。真的呀，这绯闻就是这么来的。现在几点了？我要睡觉了。赶紧睡觉，早点睡，明天早点起。